这里是由专业好补水越水越青春补水专家水密码冠名播出的一年级大学季。从这一刻起，一年级表演实验班将迎来他们的光辉岁月，中国演艺圈的半壁江山接连来袭。当青春洋溢的他们遇上星光熠熠的他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妙惊喜呢？终于不用担心被抓了。这不是全家福，怎么回事啊？哎，等一下！哎呀妈呀！哎，等一下，等我上。给我演，给我女朋友。二哥，这女篮球鞋的，你信不信？见到过皮肤这么光滑的鞋子？在上戏70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可能是最幸福的一年级新生，最专业的基础教学，最顶尖的表演大咖，以及最真实的行业体验。每位老师都在倾其所有贡献资源，帮助孩子们迅速成长。而最近，珊珊与一位韩国超人气偶像联合主演的电影在上海开机，她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造福自己的学生们。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哦。저는그유엔산산친구인데요等一下哦 sorry Mr. CC 来了一个韩国人然后你跟他对话一下应该是我们一会的 OK 在哪这里你跟他说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나는유엔산산친구인데요유엔산산지금그친구가다른곳에서그여기있는학생들을기다리고있거든요아저지금가야돼요네说珊珊姐在一个地方等着我们呢要我们大家集体出动现在她와서요为什么会韩国去哪了 Let's go 其实在录一年级的同时我也在接拍了一个电影都是在上海是一个中韩合拍的电影把这帮同学带到了剧组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韩国班底拍戏是什么样的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机会珊珊姐珊珊姐姐哇你们这几个快来站好就是我们今天下午有一场戏需要一些演员一些角色然后我们可以参与到里面具体的安排由导演来安排然后还有一个女生是跟灿烈演对手戏的跟灿烈演对手戏的哇哇特别喜欢朴灿烈可他是一个特别全方面的一位五项全能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又会演戏还会rap会玩 lunch pad 弹钢琴弹吉他打鼓所有乐器好厉害就我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是朴灿烈的粉丝他们一定会羡慕嫉妒恨死我哇好荣幸天哪好吗这是第一件事儿还有第二件事情那个我们的男主角朴灿烈马上都要过生日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剧组然后给他一起过个生日哇好棒你们今天下午要好好表现给我们上戏拿出精神来还在布置一个任务 CC 也要教给大家用韩语唱生日快乐好好吧你们要学会一二三七生日祝卡韩语的生日祝卡哈密达对打一下
了吗？还要多久？现在等苍天上来，他在那边换装。他来了吗？马上来，马上来了。来，陈新元、高敏锐，啊，过来，过来，过来，快过来。正确啊。你好，亲。哎，你好，你好。哇！哇！天啊！哇塞，太帅了！三弟，谢谢。辛苦了。然后这个叫葛伟莹，葛伟莹。Cici。谢谢你，对，小飞，史文祥，文祥，那个是新元，轩轩，敏锐，他们是我的学生，他们将来都会成为演员，然后今天来我们剧组探班。请多多关照。你好，你好。他人特别亲和，很谦虚，就是见人就会鞠躬、点头、问好、微笑，还有就是特别可爱，眼睛好大。他笑起来特别好看，我是个男的也被迷到了。嗨哟！好，谢谢。好，谢谢，欢迎一文，欢迎一文，谢谢。OK， 这位是一会儿你搭档的演员轩轩啊，请多多关照。当时导演就看了他们所有人的资料嘛，因为导演非常清楚他自己想要的这部分的戏是什么样子，他就拿着袁以轩的照片，他说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她最漂亮，让她来我们剧组演戏，我就特别开心，我说可以。他说那她不会有什么差错吧？我说不会，我以我教师的身份保证，她一定不会出什么差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事情来干，然后就演一下他们这场戏中戏广告中的那些工作人员。그러면저희친구들은이제부터각자가맡은파트의실제담당자를찾아가서자세를빨리캐치해야돼요明白가자 Go, go, go. Oh, come on. 좀더멀리멀리啊，你请照顾。爆场啊！34场 A 一镜一次 action。哎，对对，他在拿那个镜头。对。他那里50多个啊，就这里。他说有一个。지금은준촬영을준비하고있는모습을찍을거라고다알려줘자준비되면갑시다来，走起。高冷，我逗你，你也不要笑啊！哦，准备好了吗？34场 A 一镜一次，3、2、1，开始。加卡，加卡。上戏的各位同学，你们可以活动范围再大一些，现在都有点太拘谨、太拘束了。当然，两本多。34场 A 一镜二次。再来一次。对不起。준비하겠습니다。수고하셨습니다。我应该算是最紧张的。担心就是学生们他们表现得好不好，我非常非常紧张。OK， 什么意思？过了。哇塞！过了。哇塞！我过了。哇塞！My God！ 我靠。똑같이과자도먹고먹여주고맛있어하고서로행복해하고밝은표정으로要很开心的表情啊啊想太累了먹어야돼먹어야돼加油
같이 CF 찍는 거 이제 준비할게요. 네. 알수 다해. 아직 있어. 3, 2, 开始。알돌아Sorry, 对啊，没关系。情感交流两不是，不应该是。对不起。我是我。对了，不是。没错。제가모르신다고좀말씀드려요。啊，他说他会为你。啊，不好意思。啊。三四台，二进二四。먹여주고 둘이 얼굴 보고 방실방실 끝. 오케이. 3, 4, 5, 2, 4, 4. 컷. 怎么了？唱的有点尴尬，特别紧张，特别尴尬，就一直笑场。因为灿烈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一个男孩，就可能看到轩轩他们又不认识，就会有一些害羞，所以会笑场。轩轩呢也是第一次吧参加这种影视的表演，所以两个人都会频繁笑场，还挺担心的。三四场要二进六次。就今天我的机会真的非常难得，也是因为第一次拍就是真的会在荧幕上播出的电影，我很害怕我的不好导致我们就是拍摄进度过慢，所以我就很希望去跟导演交流，我哪里有问题，我哪里可以做得比较好。서로몸을가까이붙이고카메라를보면서우리많이보이는거있잖아감자 CF의 엔딩 장면 마지막 하이라이트 서로 카메라를 노려보면서 好的。后来就是慢慢的去适应一下，觉得还好。三四台，三七三四，开始。好。OK 我觉得萱萱演的挺好的，萱萱那个女神范，袁宇轩也还是挺争气的，特别好的把那场戏完成了。在这边是剪辑过的，怎么这就剪出来了？哇塞，哎，挺美的。也就是说，他把你做出来了。其实在这支组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在理论方面是学不到的，在学校里面是学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上学期间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帮助很大。在横店演戏的时候都是一直演演员，很少体验到这种在剧组工作，第一次反正蛮新颖的，让我们体会到了就是国外剧组拍摄方式和国内就是互相融会贯通这样子一种体验。생일축하합니다사랑하는자녀생일축하합니다오加油。表演可能是最学以致用的一门学科，一方面要在课堂上夯实基础，一方面又要不断吸取行业第一线的实战经验。所以当听说两位圈中好友即将投拍一部重量级新剧，正在全国挑选男女主角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
把他们请进了心。哟，这就上戏啊？陈瑶，哎，我正想问你一个问题。啥？这零下这么冷的天，你不冷吗？霸道总裁随时保持风度啊。但是你不觉得我们参加了一年级之后，不怕被别人抓的感觉吗？至少给前程幸福的校园里面了，对吧？终于不用担心被抓了。我想请问这些台词是你背下来的吗？站钉子步，这样。钉子步，钉子步，欢迎乘坐上戏航空。我们待会儿有个集体舞吧，集体舞来迎他们，就是书店的那种感觉。一起跳。哎，对了，咱们要办正事了。而且咱们找红楼对吧？找个同学问问。哎，这位同学，请问红楼东牌怎么走？红楼东牌那边对吧？红楼行，哦，我再问一下，我再问一下，稍等。哎，你好，请问一下，往前面走。我还没问呢。我知道你说什么。是太帅了，红楼灯牌是吗？你好，给你合照呢。哦，戴墨镜那个吗？大伯，戴墨镜。哇，有点紧张。老师好。老师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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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快平身，快平身，快平身！是特意过来迎接我的吗？啊，是的，是的，陈导，陈老师。来来来，咱别拥抱，小来来，咱别拥抱。来，我们集体拥抱你们。来来来，拥抱你们。拥抱你们。我们带你们逛一下吧。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从全员加速过来，我们从黑衣人抓我们，到现在我们不被抓，可以完全享受这个节目。真的，真的，让你们的心情是多样。之前每次凌晨三点起来，然后过十分钟就被抓了，两个小时造型时间，每次都这样子，对。这里就是新地方，是中国最美的新地方，也只有最美的人才能进去。是的，杠杠那个时候还在那个地方，特别苦闷呢。杠杠怎么了？杠杠，心情不太好。哇，杠杠，那空翻就算了，但是压腿吧还是没问题的。哇，来啊，试一个。其实没有问题的，当地的人就是都被小鹿练出来的，知道吗？你看。哇塞，来，先我表现一个。我就算了，我就算了。我们的院子虽小，但我们梦想很大。这里说多少人才啊？这儿吗？你说哦，来来，小心小心。真好。哎。什么玩意儿？怎么又来了？啊？咦，干什么？不要不要！怎么回事？我不是故意的，怎么又来了？怎么又来了？黑衣人，这不是全员加速，不带着我玩了。哎，怎么回事？不走，我还在路呢。啊啊！哎呀，哎呀，他终于被抓了。哎，我看似安全了。好兴奋啊，就觉得自己像全员加速中的咖一样。哎妈！啊！哎，这不是全加速吗？啊，陈欧，你还好吗？陈欧，节目搞错了吧？对不起，陈欧，一切没有弄错，这是我们四位老师为你精心筹备的欢迎仪式。而至于这次温暖的选选角，我们表演实验班准备全力以赴。好，那个老师好。哎呀。David 老师，老师好。下午要面试是吧？对。哎，少人啊，少那么多人呢、啊，就这么几个人上课啊。明明和杠杠呢？集体，你们去把杠杠和明明请来。明明、啊。杠杠和轩轩，快。袁立轩，下课了。快递到。杠杠。声音能不能稍微齐一点？杠快点啊！袁雨轩，起床！给我下来！杠杠，雨轩，起床了！
玉璇，哥哥，我爱你，拉紧你手吗？我竟然这样道歉了。下午2:30要面试，你们现在年龄段演霸道总裁是最容易的，特别简单的方法，非常严肃，不笑，说词儿说的特别装逼的那个范儿，就是靠这500美金让我走出了困境，一直走到今天。明明是最不可能去演上霸道总裁的吧？我就举个例子，哎，明明你过来，演霸道总裁助理。我跟你讲，霸道总裁一定要直，一定要直。站直了，快听！别笑，没有表情。沈陶然，我家房子全归你。眼睛，我让你把表情都丢掉，你别，我再给你个肢体动作。沈陶然，你能答应我吗？能。这么快就从了？沈陶然，我什么都不要了。我把我家房产全都给你，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你愿意吗？哎呦，不要了。No no。你们看到变化了吗？其实说白了，最主要是看什么，知道吗？看脸。来吧，抓紧把它熟悉起来，好吧？谢谢老师，谢谢。把我们刚才说的话再给他们俩说一遍。我说，珊珊，问同学去吧，你们俩问同学吧，我们刚才说的。好啊，好什么好？这是一种尊重，杠杠。不是，我以为就是只有珊珊姐讲那个什么角色的事儿。啊，那你就不用尊重我呗。不是，就只要我一个人讲，你就可以不用尊重我，你就可以不来呗。哎呀，天哪！天什么天？你迟到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在分享经验的东西。今天是第一次真刀真枪的要真的面试，而且是在选男女一号。你们现在这样出去有怎么竞，拿什么跟人竞争啊？这些经验我们是。一次一次碰出来，撞出来，撞南墙撞出来的。我可以眼看着你们去撞南墙啊，我让你们自己付出代价，我们都是付出过代价。觉得这机会无所谓的话，你们告诉我，你们现在就可以离开。刚刚为什么迟到？说不出来了，没法说，没法说。啊，我天，我不知道怎么跟他道歉，我觉得我怎么道歉也无法表达我那种愧疚吧。我也是挺不想去选角的，因为我看过那个小说《霸道总裁》，跟我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就选这一个角色，我就没想去。我们叫他们来分享面试的经验，并不是单纯的为了下午的这个电视剧的选角。我觉得杠杠跟袁宇轩他们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特别希望把我们的这些经验也好，我们的这些经历，我们想让你们少走弯路，我们这些苦口婆心的东西，你们能多吸收一点，多学一点。萱萱，其实那个角色很适合你，我希望你来参加。我觉得我现在我没有不够格去做一个演员。萱萱，你不要这么想，未来机会真的就一步错过，步步错过。我希望你们能抓住每一次机会。不管你将来你愿不愿意干这个，起码你现在对演戏是喜欢的吧？你将来你要做老板，演戏没准还能帮助到你。洪老师说的话是真的，非常为我着想。确实，我应该珍惜这些机会，以后能遇到这样机会不多了，所以我觉得我要好好准备一下。下午2:30啊，在红楼门口。干什么呀？这是啊？面试中。干嘛呀，大伟哥？干什么呀？你们这是？老师好，冷不冷？老师好，何老师好。怎么了？让人给压上来了？我们吓到了。四个黑人冲上摁我们。啊，我们安排的。
安排个妹呀、啊，吓死我了！我们本来闲庭信步这儿逛了，我以为是你们带着全员加速中的人带来的，并没有，好不好？我们一分钟都不想见到他们。欢迎我们的制片人和监制。好，我们的这个名字叫《温暖战南贤》，我们也期待今天能够找到最棒演员。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温暖战南贤》的演员面试，出品人陈欧，大家好，监制贾乃亮。湖南台一年级的四位老师，咱们先做最简单的一个初试吧，做简单自我介绍，然后展示一下你的正面、侧面和背面，把你最好一点展示出来。谢谢，下一位。挺辛苦的哈，这来一趟不容易。十八个。对，好。早上好，我叫宋文灿。我告诉老师一个秘密，这里所有人都是为了出名，而只有我是为了艺术献身。怎么献身啊？其实我还准备衣服。哇。什么？这是衣服吗？你自己设计的衣服啊？跟着电影里面的第五颜色。第五颜色。好了，可以可以可以。OK， 好了。这个每一集里面能让观众有一个记忆点，有记忆点，有记忆点。好的，对。像玩综艺、玩剧都需要记忆点，你让我们记住了。哎呦 ，Hello， 大家好，哎，大家好，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不过是你的学生啊，气场不一样了吧？气场就不一样啊。老师们好，我叫宋妍飞，然后也可以叫我 Cici。我看你跳舞跳得特别好。特别好，你应该留在韩国，给咱们中国人争气。说实话，我得回中国来。中国是你的一片天空。没有，他热爱上戏，然后特别想那个拍聚美影业的电影。对他特别想在大伟老师的旗下被指导。你们俩够了啊啊！要不要拍马屁嘛？你俩坐一起吧，要不？哎呦，别吃醋了，来，吃醋了啊！你看看这个脸的侧面，360度无死角，对不对？对呀、啊，而且表情很丰富。不是，主要是纯天然，你知道，纯天然不添加。在那个大本营还看到你的跳舞呢，特别棒。天天向上，真的。啊，天天向上啊，都是湖南台，都一样，对，都是湖南的，对。对，大家都太熟了，我很激动。新飞现在英文怎样了？好点了吗？啊，这没事，我教你，以后我教你英文。谢谢。好吧，这里头英文好的应该是除了菲菲以外的其他几个人。不是我英文也不好一样，没事，我们不在乎，我们不在乎这个，可以背的，没关系，对，没问题的啊。老师好，我叫沈陶然，歌唱的特别好听。The promise she made is growing impossible to keep. 清唱哎，太棒了！哎，你们看着吗？你看看所有的同学。精心装扮，各位同学真特别好。首先就从你们这态度，我们就特别感动。另一方面，因为我结婚了，我都不敢太多点评，你知道吗？我就只能用我的心。哎，你把小鹿说成什么了？你这样好吗？你点评就我保证不会告诉小鹿的。你不告诉，这么多机器在呢，我用我的心来告诉大家。其实我已经说了很多很多了。对，没事，真实点。演员要解放天性。各位老师好，我叫袁宇轩，爱好和黄老师一起喝红酒。和黄老师也喝红酒，他们两个还真身上都有那个白领范儿，白领范儿，那个女一号的那个气质，是在班里头也是非常突出的。上次我看到宇轩和大伟老师有关一个沟通，我认为您对我们的态度有问题，恕我直言，我认为您当不好一名大学老师。这个沟通结果怎样？是朋友了吗？就是也能一起喝酒的师生关系，能一起喝酒就是好朋友。你在我们四个老师嘴里听不到我们说同学不好的，这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都护短。其实形象很好，萱萱身材很好。刚刚买的衬衫，我说要演一个白领，你看看我们学生的态度。哎呀，这边吧，就你潇洒一点嘛，大小伙子，你潇洒。对对对对对对，你看我给你转一个，看。你是小鲜肉还是他是小鲜肉？我们都是一起的，都是各种肉，对，各种肉。特长是眉毛舞。哟，我天，他这还真厉害，王王。你今年多大呀？差不多得了，非常好，来嗨，帅了都。我叫左翼，身高1米92。1米92，要不然人混了。老师好，我叫高明瑞，身高2米。没，身高比左翼低1厘米。陈浩上去，比一个。现在机会还能看到我俩吗？不低于1米7，男演员都没事。刚刚，老师好，我叫吕少聪。你喝酒了吗？没有啊，没有啊。对，稍微那个 open 一点。对对对对，这比他最早我第一次看他考试的时候声音已经大很多了。我特别喜欢你，亮哥来了之后还能让你再大点声。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呆萌的感觉，可能小姑娘反而会很喜欢。他如果特别大声的，中气十足，可能别人就很反而奇怪了。不，你要考虑到他今后，对，他作为一个演员，他一个长久的一个路，稍微有一点点那种阳刚之气会好一点。
没什么特长，没什么特长就是特长，没问题。这话说出来很屌，没什么特长。因为他想法很有意思。杠杠属于什么呢？他是属于心里有数的那种孩子。他眼神里有一种忧郁感，人家经历过什么呀？人家就有忧郁了。天什么天？你迟到了，你知道吗？觉得这机会无所谓的话，你们告诉我，你们现在就可以离开。多可爱啊！好，老师好，我叫邵绵绵。可热情了，刚才我来到咱们那个学校的时候，好多朋友看完节目之后，我说你们喜欢看谁啊？我就看那个那明白的叫明白那个，有观众缘，本能，他是本能。对，哎呀，这好新鲜，哎，来了，哟嚯哇！在职场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比较咋呼的感觉的话，是特别特别丰富。对，明明我对你挺有期待的啊，不仅仅是你的性格挺好玩的，挺招人喜欢的。那你们能用十几秒钟的时间让陈欧记住你呢？这样的戏太难了。难吗？这是考艺术院校来说，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题了，再简单不过的题了。让他记住我。小心啊！谁让我记住你？你记住我了？你记住我了？我记住，我记住，我记住。你得稳。不用这么见过，别摸了。你这样，你这样。他们从来从来不。吓坏了，刚刚。开心死他了吧？一直合不了嘴了，就一直笑下去了。都把陈龙哥给弄羞涩了，你以为我不羞涩吗？跟你说句话，啥子？记住我。哇塞！我真记住了，真记住了。我觉得这个挺出其不意的，但是呢，达到目的就真的记住了啊。应试时候，我跟你讲，就要出其不意。一下，今天明明做了一个示范，但是再高级点会更好。我们拍戏最怕的就是观众拿起遥控器的时候，你是管不住别人的手的，不好看转身就坏弹，就给你三秒钟的机会。女性观众占大部分的收视率的，就是所以说男孩子的那个观众缘很重要。对对，他们在这一站的话，你会觉得很喜欢他们，就是你愿不愿意看他，就这么简单。愿意看他，对的对的。哎，我觉得确实明明的风格在这场戏里面会是一个很出彩角色。我甚至会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我可以给你单独写出一条线来，这个很有意思，真的很好。真的假的呀？当然了，可以啊，机器都录着呢，没事。今天让我们出其不意。好，谢谢大家，辛苦了。孩子不一样，我只要不抽到关于女人的东西就好。会了吗？好，瞬间就完了。谢谢老师。这样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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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寒风向草原广阔，玄绝色永远不能阻隔，选哪个淘汰哪个，对陈欧艰难的抉择，淘汰哪些不能割舍。你别再往里添人了，好不好？你再往里添的话，我就更崩溃了。好了，下来。来，最后两男生交给你了。好，就这些了。好，首先恭喜大家，大家进入我们的温暖的弦的最终复试。相信大家也看过这部作品了，其中最核心角色就是咱们的湛蓝弦以及咱们温暖。湛蓝弦他是一个像我一样的霸道总裁。咱们男士每个人有一句话，它是一句经典的霸道总裁文里台词。咱们女士每个人会有一个成语去诠释这个成语，先让你们表演。不出可怜，开始。喝完了吗？你渴了吗？就一口。我又不认识你。拜托。一杯咖啡而已，你别这么抠。来吧，我待会给你啊。真的，看你这么可怜，稍等。不，你已经很可怜了，但并不楚楚。真的很棒。我要是你，我就哭出来。陈红，你给我喝一口吗？坚决不给。
小伙子，你有手有脚的，你能出去自己打工挣钱吗？干嘛沿街乞讨啊？哭有什么用啊？曾经有一个叫袁姗姗的抛弃了我，我上中上海戏剧学院，佟大为老师又把我抛弃了，我一个人流浪街头，我只想喝一杯水。不给。来，专业演员都可以，嗯，就吃这碗饭呢。我让沈巍老师跟我搭戏，求吧。我不会，我非专业的。你应该见到最多的小鸟依人。那我怎么配合你？你叫我怎么配合你？你就站在那儿就可以了。给你设计一个动作啊，你只需要从头到尾就一个动作，听见没有？行，嗑瓜子儿。啊，这戏好看了，我跟你讲啊，来，袁宇轩，小鸟依人与陈欧瓜子男。红酒喝完了，喝完关我啥事？嗯，放埋什么的。你知道我喜欢喝红酒，喝啤酒也行啊。不行，红酒养颜。我觉得白酒挺好的。我不管，你帮我买红酒。你看到这假奶量了，喝假红酒喝倒了。别笑！你还笑，怎么可以这样呢？陈欧转过去，不要看他。好，嗑瓜子，继续。哎，小甲方，来，帮我买十箱红酒送过去。陈欧，你人家特别好，你这定力不够啊。挺好。好，谢谢各位老师。他非常好的能诠释一些需要韧性的角色，如果他演一个亦正亦邪，比如需要演出一个刁蛮，或者是一个稍微有点反派角色，他会演得非常好。亮亮。认字吗？我要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你就是我白狼的未婚妻。谁让我去你催呢？陈欧和我什么关系？你是真不清楚还是假不清楚？我是陈欧他大爷。陈欧是我弟弟。我是陈欧家的管家。那我就是你二大爷。去你二大爷！开始。陈欧隔壁六叔老婶的三姑你也敢碰？这个就是你天天跟我说的那个人是吧？三姑，跟我走。陈欧从小把你带多大，你怎么想的？跟他在一起，你除了个子，你能给他什么？我还有对他的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隔壁卖花生米，我不会放过你的。陈欧的二舅妈你也可懂？演完之后全家起哄。我家亲戚搞乱。嫔妃一顾倾城，回眸一笑，开始。这个汤是谁的？这个汤是我的，梨花带鱼。好，咱们开始啊。干嘛？我一看到你，我就觉得你特别招人喜欢，而且我也知道很多00后、90后、80后、70后、50后、40后都挺喜欢你的。这个抽的什么题目？能让我们看一看吗？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啥？你准备好了吗？还是说你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我可以眼看着你们去撞南墙啊，我让你们自己付出代价啊。觉得这机会无所谓的话，你们告诉我，你们现在就可以离开。10年过去了，你还有什么？大概可以吧，大概可以，不需要别人陪你配合你。需要，那随便你找，你需要谁配合就找谁。我们5个都可以。佟老师吧，佟老师吧。对了嘛，终于出山了，今天晚上就应该出手一次了，应该出手了。我要是你，我就找。不用，你坐着，你坐着就可以。我坐着就行了。你坐着，这多好。你坐着，然后你那个演警察，我演警察。你演警察，我演警察。好嘞，你可以告诉我一下。1、2、3，开始。自己就开始了。等一下，我错了，对不起，警察。哦，天哪！我要佟老师跪下！妈呀，
我后来就后悔，我说老师你蹲下吧，你蹲下，你蹲下。要说点什么吗？我不该做违法乱纪的事。我恨有一个万年不老的一个梗，就是你不停地做同一件事儿，大家都会觉得好笑。后期可以给我剪一段同一件事做无数次的一个小段视频，从初试复试到现在。黄头问那位同学是每次都被吓晕吗？因为太生气了就晕。棒！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棒！你是有多恨他呀？哎呦我去！啊，你确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对的，对的。我今天晚上我会有各种棒。你想想他这个点，对，贼有意思。以后咱就不叫杠杠，叫棒棒。挺好，挺好，真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棒，你真是棒。真是棒，杠杠还是给大家带来惊喜了的。那个内容确实很难，特别难把握，但是他那个想法、那个构思确实很牛逼。他总是有能力，用他的视角、他的方法，特别新的、特别奇妙的去诠释一些事情。你知道马克吐温吗？他说过一句话：当你跟大部分人站在同一边的时候，你就要思考一下自己了。不要跟别人一样，没有意思。这孩子是块材料，鬼才，创意满分。你是第一个。好。哎呦我去！遭罪了。哎呀，这还是有私心啊。如果换一个人没那么配合的话，可能也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我特别谢谢童老师，太酷了，太敬业了。其实说真的，我那天看到童老师配合杠杠做那个练习的时候，我心里真的百感交集。他在地上又是滚，然后又是装死，然后在地上爬，一遍又一遍的。我更多的是感动吧，不单是童老师，我们四个老师都是心甘情愿的为了学生，只要学生可以展示出他们最优秀的一面，我们怎么样当绿叶都可以。当老师的所有的学生都是我们的孩子，看着他能够健康的茁壮的成长，然后有机会就希望多给他机会，就真的希望这样的孩子都能够成功。经过一天非常艰苦的奋战，我们终于完成了我们选角的初步结果。明明特别适合演一个男闺蜜，在戏中会带很多快乐，就是你看她演戏你觉得很好玩。杠杠呢给一种很强的神秘感，然后左翼形象是非常好，萱萱袁宇轩非常好的能诠释一些需要韧性的角色。 CC 的话这种国际范儿，甚至我觉得是一种仗义的感觉。葛伟莹上感觉上他会给人一种知性，正确演员放在正确角色上最有加分的效果。我觉得你们六位都会在我们剧里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我们公司同事会迅速联系大家，根据大家今天的表现制定最适合你们的角色。等我们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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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上午的时候杠杠跟萱萱他们还觉得下午的选角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肯定没有适合自己的角色，结果到了下午制片人监制看见了他们，虽然不在我们之前几个主演的范围内，但是见到他们觉得他们也是非常好的类型，甚至愿意给他们重新再写出几个主要的角色。其实形象很好，这就是这个行业有趣的地方，有无限的可能性。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一定要自己努力的去争取，不要轻言放弃。你不站在那个舞台上，
你不让我们看到，你怎么就给自己判死刑了呢？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最后结局是什么。六位少年收获了人生的第一份演出邀请，希望他们能够把握机会，继续努力，让自己的未来发光发亮。其实，在这所拥有70年历史、梦幻般的艺术院校，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就像今天的他们一样，从零开始，从校园出发，一步一步地走上舞台，走入银幕，最终成为被千千万万观众所熟悉、喜爱的演员和艺术家。而正是他们，谱写了上海戏剧学院70年来星光熠熠的光辉岁月。来我们上海戏剧学院70周年校庆的光辉时刻，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的校服，现在先去升旗，升完旗以后我才会回来迎接这些贵宾，拜拜。我们即将举行的是隆重的升旗仪式。请旗手出旗。旗升起的那一刻，然后就觉得我是作为上戏的一份子来升我们的校旗，就觉得特别自豪，为自己感到自豪。上海戏剧学院，让我们为你70岁的生日欢呼鼓掌。隆重的升旗仪式之后，70周年校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一年级全体新生将作为志愿者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返校校友，而我也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项特殊作业，尽可能多的向这些活跃在行业一线的师哥师姐们偷师，挖掘他们对表演独到的理解与感悟。好的好的好的，拜拜。这是自然张丹峰。哎，那个师哥你好，96到00级的吗？我们在4楼。好啊好啊。对的，进。对，然后需要签砖，就其实还蛮希望他能够给我们讲讲他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一些非常初步的一些经历。珊珊姐，珊珊姐过去跟你得去说两句吧。我怎么说？我带着你们去说呀。哦，我回去了。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谁？我是袁珊珊。你好，那个我，你作为师哥，他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问吧，尽管问，没问题，尽管问，没问题。那我先问吧，你第一次进形体房的感觉是什么样？当时我的硬度是砖头第一，我第二。哦。你们有学过跳舞吗？我们之前没学过。啊，那你就是砖头第一。对，我也是。第二了，是的，是的。小开秀。开秀吗？敢考我吗？我是你们师哥，我是你们师哥。拿几个煎饼走吧，小流氓。我要拿那个，拿几个煎饼走吧，思密达，思密达。拿几个煎饼走？走不走啊？走不走啊？拿几个煎饼走？啊？拿几个煎饼走吧。拿几个煎饼走吧。我叫你拿几个煎饼走。拿几个煎饼走吧。走啊！谢谢谢谢师哥，谢谢师哥，谢谢师哥。加油，不要怕累，不要怕辛苦，而且我会在电视机前关注着你们。谢谢谢谢师哥，谢谢师哥。我们一起合个影好吗？我们一起。噔噔噔噔。
在珊珊的帮助下 ，CC 他们圆满地完成了作业。而另一边，葛伟银和邵明明却要独自面对一位影帝级的师哥。廖凡呢？已经走了。我去跟他。啊！我不要一个人跟着，我看看啊！我是安保人员。哎，是。你好，不好意思。哎呀哎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是你的保镖。我也是。你饭票带了吗？饭票，下来拍照不是吃饭。见我同学。哎，跟错。哎呦我的妈呀！这场面我根本控制不住。在这，我得保护着。塑料的。哎呀！哎呀，麻烦。师哥，麻烦签个到。还要签到。砖在这儿。您签签。我都理服了你这。没，一起去。我问一下，你们拿着我来。谢谢啊。不是，就是等会儿他要在校园里面转的时候，然后我们就问他问题，问他很多很多很多问题。廖凡老师，那个我们校园也想采访一下，可以吗？啊，是我们都能一起说一下呗，我们只问三个问题，好吧？好吧，说吧。我师哥，就是您这次回学校有什么感想？感想太多了。那只能问三个问题的话，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能给我分享十件在学校有趣的事情吗？十件就是经常要出去实践是吧？对。哇，好厉害！不愧是大咖级的人物，就是好聪明。看过一年级吗？我知道是一年级是小宋去的吧？那您能给我分享一下？三个问题问完了吧？没有呢，谢谢啊，没呢，最后一个。小师妹，你什么时候来的？你应该叫老师好，我现在是你们学校老师。什么时候当老师了？你还带着麦来的？好，你这个特务。我给你介绍，这是我学生。谢谢。作为上戏一年级的新生，他们看到了那么多的师哥师姐，有那么多优秀的人，觉得让他们有一种荣誉感，自己现在在这个学校学习，让他们更懂得珍惜他们上的每一堂课。一二三，走。太像了，太像了。这个对身体的协调性还是很有要求。对，形体不好的就形体不好的就上面面就师哥，你们那时候有没有甄别考试啊？我是优秀学生，班长。我是班长，对。学霸。天哪，请您给我们读一句台词听好不好？好的。啊，哪句台词？800标兵奋北坡。啊，长篇难短扁担。长篇。头一下壮大了，哎呀，真是！我说个绕口令是吧？对。说一个：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是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那个天宫，孙猴就把仙桃偷。哇塞！大家各自去忙吧。师哥，你给我们都送我们几句话呗，我们都好不容易见一次。加油！你就直接祝我越来越美就行了，其他的无所谓。越来越美。好，就这个了。祝一年级天天向上。向上！下次再来我们节目啊。志愿者的工作忙碌充实，但每位学生都很享受这份蹭课的欢乐与惊喜。而此时，作为总指挥的我得到了一份绝密线报，一位超重量级大师哥马上驾到。迎接师哥们！一年级大学季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专业好补水越水越青春补水专家水密码冠名播出的一年级大学季。感谢行格运动中级车广汽本田全新风范 All New City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你来我上海
戏剧学院70周年校庆的光辉时刻。鼓掌鼓掌！祝贺上海戏剧学院建校70周年！我们学校也70周年了，我都不知道他已经70年了。70周年生日快乐！我们北京人有很多年轻演员来出自这里。我们在实践中间经常感念母校给我们的滋养。非常感谢我的学校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热爱你们正在学的这个专业。虽然我到今天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上戏给了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感觉是一个大的一个聚会，把这些优秀的校友集合到一起，给学生们答疑解惑，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好多东西真的不是无师自通的，需要人去点拨的。走了，干活了，我们要干活了。哎呀，快迎接师哥们。师哥，你们太隆重了。你是怎么样？需要带着学生一直在这里做志愿者？没有，还跟我们一起进去。我先跟你进去，我搀扶着你。1年级的，主要是给师哥们当保镖。哎呀，红楼106，去我们的这个教室。师哥好。我们就这几个学生在啊。其他人呢？在排练啊。见徐导演重要还是排练重要？见徐导演重要。就这几个人，你给看一眼呗。给大家介绍一下，哎，不用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师哥，大师哥徐峥。你们觉得佟大为老师教学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今天我在跟师哥微信的时候，他说我会误人子弟的，对，所以还是得你们有什么觉得我没教明白的事，必须得请教徐导演。没有，不敢。望眼看去，你觉得现在我们班这些学生，哪些下次下部戏的时候，明年您的电影里边能去做个 casting？ 那我拍戏那不好意思，就是我用的都是像那个王宝强啊、黄渤啊，这样就得长得极度的丑啊，在我旁边呢，我才敢演，就是主演那样子，因为大家都长得太好看了，一比呢，就是大家就没有人看我了。我长得丑，长得丑，快变脸一下，给导演来一个最丑的。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演员变成了这个明星，然后有了一个明星的一个光环。好，我们所看到的娱乐的新闻，其实远远比我们所受到的艺术的教育要多。所以呢，我认为其实学表演是很幸运的，因为你自己就是材料，然后你自己就是那个最初的这个初心，在很年轻的时候，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左右，不要太注视那些光环，而是要把注意力放在确定自己的这个初心上面。你自己的这个初心是什么？你自己热爱的东西真正是什么？因为那个会影响到你们整个的这个人生的道路。因为我觉得艺术其实是多元的，不一定说是成为明星才是唯一的一个成功的一个道路，否则的话我觉得太狭隘了。这是我跟大家分享。而且师哥成名其实是很晚，就是我们说什么出名要趁早的这个话，真正能够走长的必须得是这样的，有实力的，对于表演非常热爱，非常专注。今天真是受益匪浅。你成不成功不一定是成不成，当不当明星，我们要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那个闪光点，让自己像徐峥师哥和大伟老师一样闪闪发光。去几个人？来，啊，站着，这边。
太能赶到，今天有的考来。这个我就把这个队长的职务交给徐正啊，我就算是你是一队的干，我弄不过刘威老师，咱四个咱五个一块儿干。谁先奔跑过去敲响锣，谁就有权利来选择回答哪一个题。三二，就是你挑到了题，你也未必会答对。来，我没有想答对。特别想知道刘威这样的学生当年是哪个老师招进来？这个老师应该甄别，我感觉没有我。那个星星挺好，你见到过皮肤这么光滑的星星？星星别动。应那个广大观众的要求，公星星由徐峥来扮演。母猩猩由佟大为来了。大为的脸都黑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这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四年，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起点，它承载了我们所有青春的梦想，承载了我们人生的一个起航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我们在这里上过课，我们有很多分享，我们有很多经历，我们在这里谈过恋爱，打过架，我们在这里学到很多知识，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共同的回忆。我真想在上戏的舞台上虔诚的歌唱。上戏，我们深深的爱着您。上戏，上戏，我们永远的祝福您。好，张波。我是朝气蓬勃的上戏学子，我是朝气蓬勃的上戏学子，豪住人格，豪住人格。今天我为上戏骄傲，今天我为上戏骄傲，明天上戏为我自豪，明天上戏为我自豪。周年校庆圆满落幕，而我们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生涯也接近了尾声。最后的时间，我们想尽可能多地邀请业内精英，给同学们带来不一样的学习体验。很幸运，四位好朋友应邀而来，而他们给表演实验班带来的课程叫做喜剧。But
那我去送快递。快递不能一个人。我这是货到付款的，这个是。送外卖的不一个，快递的不能上去的。可是我要跟他收钱啊，可是。你坐到后门，你坐到后门。哎，因为我这是货到付款的，我得跟他收钱。我都，我上去就下来好吗？五分钟就下来。你好，303宿舍的，我找一下邵明明。邵明明，你是那个筷子兄弟里面那个？哎呀妈呀！哎，你的搭档，你的搭档呢？什么搭档？哎呀妈呀！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真的不是。你是？哎，真的不是。就是小杨。你唱一首歌。我经常被困扰。小北，小苹果来了。谁定的苹果？啊，真的不是，就是你，我就是一快递员，我现在就是一快递，我就是给你百度一下，不是我要。哇，肖央来给明明送快递，感觉还比较惊喜的。每次去 KTV 必点的一首歌《小苹果》，真的是该去跳广场舞了。最帅优弟小哥也是挺用心的，我们就配合他一下吧。货到付款，186。哎妈呀，这是狗！快递员肖央完全激活了孩子们身上的欢乐细胞。不过开门见喜只是这堂表演课的第一步。好了，我走了。好戏还在后面。我走，不喝了不喝了。北京去给我打电话。喂，你想知道是谁送的，你就按我的说的来做。去小红楼，您的暗号是我是一条单身狗，对方的暗号是我是流浪猫。好，我知道了。哎，那个请问您是流浪猫吗？你的车呢？是我车呢？我车呢？你这是什么公司的呀？顺达，顺利到达。顺利到达。这是谁呀？妈，这个最酷！你们学校怎么这人怎么这么酷啊？他看得见路吗？你就是流浪猫！站住！别吓我！你就是流浪猫！站住！哎呀妈呀！我太了！你死了！我还没地方跑了！没呀，帮我看着呢。我找到流浪猫了，这快递小哥就是上当了，上当了！赶紧执行下一个指令。现在去找佟大为老师，我知道。找到他以后，把他逗笑，他就会告诉你了。其实我这个环节完成了，完成了。那你的搭档呢？我搭档，我严重怀疑刚才那个人是其中的一个搭档。这是谁呀？妈，这个最酷！你们学校怎么这人怎么这么酷啊？他看得见路吗？不是，我有。哎，走，爸爸，谢谢你的。爸爸，佟老师，哎。那个方便吗？方便，进来。哎呀妈呀！这是啥呀？流浪猫是谁？啊？流浪猫是谁？流浪猫是谁？什么流浪猫是谁？我是一条单身狗。我是一条单身狗。你呢？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给你跳个舞。北京的鸡闪闪光芒照四方。嘿，爸，这样嘿，那个送你啊。老师，我是单身狗，你是流浪猫吗？他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地老奥嘎，嘿，就坐在这个腿。哦，好奇是喜剧最好的调料。看，在好奇心的引导下，邵明明的喜剧天赋完全自然释放。筷子兄弟另外一个人，哇！等一下，你是单身狗？我是不是他？你是流浪猫吗？我是流浪猫。哎，找到了！找到了！天哪！找猫找了好久。天哪！杨儿，你咋来了？我就哇塞，找到了！不敢相信，我一眼认出来了，小子杨。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就站在我身边，特别神奇。然后小沈阳老师东北腔非常的亲切。哎呀妈呀！
就这样，就这样，行不行啊你？我是流浪猫，你才是单身狗。我是流浪猫，等你半天了。谁知道是小沈阳还有肖央，他们俩原来是卧底。你整我的吧？你照几个了你？哎，你这人长得还挺好看的。大明明，你跟人熟吗？还自来熟吗？你就是膏药啊，膏药。他自来熟，他自来熟。走啊，咱上课去吧。好啊。老师好。好。真假的？萨拉迪卡。知道为什么今天请两位老师来吗？因为今天光棍节。他俩跟光棍有什么关系啊？坏事幺幺。哎，真的。你们认真想想，为什么请两位老师来？提升我们的颜值。提升你们的颜值。走了，咱走吧。可以。因为这两位老师引领了喜剧的一个新潮，所以这次请两位老师来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教大家怎么演好喜剧。你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机会，多学多问。您好，您好，葛伟银同学在吗？谁呀？葛伟银同学在吗？我刘浩然，你谁呀？啊，我是你师哥，我叫秦风，我看节目特别喜欢你，你能做我女朋友吗？你能做我女朋友吗？哥进来聊，哥进来聊。你不说话，我不走。葛伟银，还有什么可害羞的？赶快扑上去吧。今天10月11号，给你两个选择：一做我女朋友，二继续做条单身狗。做单身狗吧。做单身狗吧。不能收那朵花，不能收，我来收。师哥，你冷静点，咱俩不认识。不认识，但我喜欢你，我认识你。你不说话。不能收，不能收。就是一直在拒绝，一直在拒绝，其实很尴尬。然后他又不走，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说你来，你是谁？你来干嘛来了？我是高年级的师哥，我叫秦峰。你就是刘浩然吗？不，我叫秦峰。我中学还跟你一个考场呢。不要装了，别装了。说来干嘛来了？不要校长，这是何苦呢？哎，我想问一下，你看上我们班葛伟银哪点了？人好，我看节目了。前两期没有他的健康，太假了。第一期、第二期都没有，你在说什么呢？你把微博互粉了吗？刘浩然，刘浩然，谁？单身节了，你不好好的在这过节，这么多姑娘，啊，听说你就向一个姑娘求爱，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妈呀！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啊，真是够了，真是够了他！单身节快乐！妈呀！早日脱单！谢谢。我跟你说，这今天这金曲一个砰砰砰砰，一个接着一个，真的是不蒙都不行。妈呀！我们当时就哇围上去了，又给我们送花，整个人好兴奋，整个血液流淌的好快，哇，超级激动，一下子就冲上去了。啊！单身节快乐！谢谢。我也单身。我们只给女孩好吗？我也是女孩，我是女孩。是。对，来给你一支。谢谢。对对对，这支花对你很重要。还有女孩没有吗？有。好，给你三支啊！谢谢，节日快乐。最后这两颗彩蛋可是导演陈思诚的亲笔设计，他将以这样的方式让同学们真听真看，并且真实感受到喜剧表演就是要惊喜再惊喜。今天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任务是希望在你们这些学生里面能找到一个
真正具备喜剧天赋的演员，在我们即将在美国拍摄的《唐人街二》的部分里面出演一个重要角色。抓住机会哦！你们想成为下一个王宝强吗？想。看长相没戏了。是吗？长相没戏了。现在呢，我们这帮学生现在有点多，所以我们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素质的考核，然后在这些学生当中，我们选出几名来进行到下一轮的考核。我建议是男孩和男孩，女孩和女孩不要掺在一块儿，不能掺一块儿。明明你当然可以自由组合，男女皆可，好吧 ？OK， 来第一组，今天是1111单身节，五位美女正在自己的宿舍里边。该干嘛干嘛。他竟然说五位美女，他把他也当美女。忽然你们翻开了抽屉，发现了一封情书，这是一封来自于单身节的求爱信。你们一看落款，居然是王宝强。也挺好的。你们对宝强的态度还挺宽容的。后来发现错了，不是王宝强，王宝强是转信人，真正的致信人是佟大为。哇，都背过气去了，感觉。不对，不对，不对，又看错了，不是佟大为，是小沈阳。沉默了，发现了吗？沉默，安静了。怎么了你们？这绝对本能反应，这这么自然。好了 ，OK。行了，我觉得你们五个都很普通啊，除了这个明明稍微有一点点跳跃。其实，在这种群体表演当中，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让摄影机或者让导演看到你们，所以你们应该卖力的，哪怕有点夸张的，因为我说了这是一个喜剧，你们不用特别依据生活的逻辑，就尽可能的表现自己。喜剧是非常难演的，能够演喜剧的演员非常有限，而且那个节奏点儿特别难把握，你一定要把那个台词以外那个意思演出来，观众才会觉得好玩，才会觉得可笑。下一组，今天是单身节，你们非常傲娇的男朋友要跟你提分手，让你们单身节日彻底变成一只单身狗，所以你们只能说一句台词，就是唐人街探案，想办法用这句台词留住你们的男朋友，而且你们男朋友很残酷的要拿这束花去向别的女孩去求爱。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留下来呢？因为你们爱他。世界上只有这一个男人了。只有这一个男人了。对，只有这一个男人，我必须爱你。你们爱他。No。我看我们就分手吧，好吗？唐人街探案，唐人街探案，唐人街探案，唐人街。唐人街探案，唐人街探案，唐人街探案，哎呦喂，唐人街探案，探案，好了，不分了，探案 ，OK， 好了好了，你赢了，你赢了，我今天我是真拼了，是完全是临场发挥，然后效果还不错，还蛮满意。我还给别人呢。唐人街探案，拿过来，给你。唐人街探案，唐人街探案，唐人街探案，唐人街探案。哇！都是挺狠的。我真的被自己今天的表现吓了一跳。全场笑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想啊，我搞笑起来了吗？就这种感觉，还蛮开心的。分手吧。No。我就分手了，行吗？你别逗我了，你松开我！再拖出去！你到底喜欢我们两个谁呀？哎，唐人街探案。我觉得他挺可爱的。唐人街探案。OK， 好，经过我们的那个几位的探讨，现在宣布一下，进入到下一轮考核的六位同学 ：CC、陈俊逸、葛伟银、明明、邢飞、蔡正伦。这个考核特别简单，我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看谁能用你们的方法把我们逗笑。来 ，Lady First，
明明，你第一个。天哪！哎呦我的妈！北京的金闪闪光芒照四方。来 ，come on， 大家好，我是佟大为。把我们弄成爆炸黑。佟老师从一开始就忍不住了，其实他一直在故作镇定，我都看出来了，他一直在笑。鼻孔在动，拜托，求你了，求你，求你！我靠，这个真的要笑了！我扮丑我不怕，我真的是为了抓住这次机会，自己拼了。我觉得挺棒的，他给的这个招比较多。我是佟丽娅，我是佟丽娅，我有了，我是佟丽娅，我有了。哎呀，我的妈呀！你放一下呗，你落一下呗。哎，不是，我心脏病又犯了。当兵吧，当兵吧。都犯心脏病，我乐什么呀？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老师你就笑一个呗。好，我们这样，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一节课的最后一个环节。念到名字同学可以过来到我这儿来领台词。C C， 还有明明，现在熟悉一下台词。陈俊逸，来，你演一下这个配角一的所有台词。好。然后一会儿你们会分别跟沈阳老师和肖阳老师重演片段里的台词，有点自由发挥都可以啊。OK， action。东西呢？什么？啥东西啊？还跟我装啊？你说啥？你说啥？看来我暗示的还不够明显。我们的金子呢？金子呢？金子呢？金子搁脖子上了。脖子？还蛮横的吗？横啊！东西倒下来，给点面筋了。都是大人，可能给点面子。打死他！打死他！你担心他，我也不知道啊。你快告诉他，我可是你外甥啊！别打他！我可是你外甥啊！打他，我也不知道搁哪了。还跟我装犊子？那一箱金子，我的那箱金子呢？到点了。你一直在想词儿，明明。是呀。你其实不用背词儿的，所有的词儿都是有逻辑性的。其实我觉得喜剧表演最重要的是真诚。是的。你得很真诚的去感受。就是一直想台词呀什么的，杂念太多了，还是挺紧张的。其实，而且对面还是这么大个腕儿。看来我暗示的还不够明显。我得小心你，我得小心你。你拿这东西，你去还给人家。闭嘴！我看见你舅舅啊！你拿这东西，赶紧还了。Shut up！ 我是你大姨妈，你说啥呢？姨妈，你说吧，不要整死！哎，别！我们真不知道在哪儿。赶紧告诉他呀！不知道，你说不知道，咋了？不知道，说吧。我真不知道，你别，你杀我吧。还他妈装犊子！金子呢？不知道，不知道。拿一箱金子。在那。好，挺好的。明明，你现在需要面临一个很严峻的表演问题。现在你的解放天性各个方面都非常好，你有你自己独特的喜感，可是演员其实最终极的任务是塑造人物，
你不能一辈子只演明明这一种角色，你懂我说的意思吗？但其实未来你一定要突破自己的那种塑造，再优秀演员你只能演一种角色的话，你也还是只是昙花一现。演员真正的终极任务归根结底是扮演不同的人物，千面人。喜剧是一特别讲究度的问题，不是挤眉弄眼浮夸的那种感觉就一定会有喜剧效果。其实信念感对一个演员表演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去相信真实的发生，真实的感受那种东西，你相信了观众才能相信，你如果自己都不相信，你怎么让观众去相信和观众去感动呢？我们这堂课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会公布一位同学，我们在这儿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妈呀，因为口说无凭，你们肯定会说，哎呦，是不是真的呀？因为我觉得我们对着全国亿万观众，这件事儿一定是真的。不敢说这个角色一定是什么女一号啊，或者男一号这种这么重要角色，但一定是一个参与的一个重要角色。很欢迎这位同学跟我们一块儿去拍摄。特别的神秘来宾。今天我说我们要去一年级。哇塞。集大学季，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专业好补水越水越青春补水专家水密码冠名播出的一年级大学季，感谢行格运动中级车广汽本田全新风范 All New City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这堂课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会公布一位同学，我们在这儿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妈呀，觉得 CC 可能现在比你更好一点， CC 可能现在比你更好一点。 Oh my god， 我是真没想到是我，当时整个人都惊讶了。就今天的表现 ，CC 确实是最出彩的。而且我觉得 CC 经历包括甄别考试啊，包括我们去银川啊这些事情，那我觉得他心理承受压力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成熟，进步非常大。你打啊！打啊！那我们就进行小的一个签约的仪式跟 CC， 然后我们希望明年的时候我们能在片场见。 OK，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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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肯定是我们当中最棒的那个，我们都心服口服，然后也非常祝贺他。到最后真的是不是在乎这个结果了，这过程我觉得更快乐。今天非常成功，每一个学生都得到了应有的锻炼。今天是让我真的是看到了他们完完全全几个人最真实的状态呈现出来，他们平时自我身上的一些优缺点，以及平时他们的一点一滴的这个状态，在今天全部都发酵了。他们太幸福了，就他们是直接，比如说这个剧组最上层的人，直接跟他们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面试。希望能够来更多的行业内的这些好朋友，来通过上课教学，让更多的学生少走弯路。集大学季，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专业好补水越水越青春补水专家水密码冠名播出的一年级大学季。特别的神秘来宾。今天我说我们要去一年级。哇塞。你是谁那样看着
爱只有一个男一号，一个女一号。我记不住啊，太棒了。这不是浪费一天时间吗？明天要选角，我跟高明都没排过，为什么要叫我过来？我突然想放弃这个角色了，我根本做不到了。别惹我 ，OK？ 我现在为你们很着急。我太恶心我自己了，我不想听。我知道你们不是专业的演员，但是给我点专业的素质。Come on， action！ 最温柔的战役，最爽快的游戏。通过投票，女一号最后选了。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学生证吗？因为你们还只是旁听生。旁听生不用怕，新晋老师带你入行，带你飞。明日之星的一年级，10月31日起，每周六晚10点。